OK， 哇，看看，太美了。这上面如果说开车过来的话，我就带一个船或者带一个什么 float 在上面飘一下，哇，太舒服了。看看这个，哇，这水太清了。看到这种就是非常 relax 的风景啊，我就总有一种错觉，就是说感觉自己的童年在这边度过。其实呢，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，就是说，因为在我90年代时候，那时候中国的那个污染还不是那么严重，所以说我们小时候呢，跟这边跟可能国内的小孩现在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会去池塘里钓鱼啊，捉蝌蚪啊，这个捞小鱼啊，或者是玩这个蛐蛐啊，玩这个什么天牛啊什么的。然后到了这个长大以后啊，就发现空气就污染了嘛，然后就没有那种这种感觉了。然后到这边以后，这个天又蓝了，然后水又清了，就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。虽然说跟小时候景不太一样，但是可以很放松自己，就是很 relax 的这种感觉。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能入住这个温哥华这个地方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这个地方就是周末能来这边玩一下，真的给人心灵的一种清洗吧，宁静了，就是说感觉什么世间繁华都无所谓了。就哇，看看这个风景，哇，美如画呀。这个湖叫 Alta Lake， 对，我们刚刚在那边湖的那一边，在那边拍那个航拍的啊。所以说很多人问我这个出来玩贵不贵哈，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贵，只要你有心啊，就出个油费啊，来回来威斯勒这边玩一下，是不是骑一骑单车啊，或者是徒步一下啊，都是花不了太多钱的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真的也是可以玩得很好的。哇，老外就是会享受啊，你看搞一个这个太阳能电池板，然后搞一个这个巴比克炉子在湖上就开始烤起来了，哇哇！今天我们骑的这条呢叫 Valley Trail， 反正就是沿基本上是沿这个 Outer Lake， 然后绕湖一圈。现在我们开始往回骑了，然后呢，这边湖边啊，反正就是沿着湖边走嘛，好多公园，你愿意停下来休息一下，吃个野餐啊什么的，一点问题有没有？对，非常极度推荐大家骑这条 trail， 非常太爽了。反正从这个 village 里面出发嘛，然后沿这个 Alta Lake 一圈，对，很爽。如果开车的朋友啊，可以这边有停车，这边叫 Rainbow Park， 对，然后停车以后可以拿自己的小船啊过来划一划，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水温呢。这个水温好像，对，挺温暖的，对。大家看，其实看这个水冷不冷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看这个水清不清。如果说是那种就是像刚才那样比较灰绿灰绿的水的话，那样一看就是冰川融水，就是它从冰川上融下来的水，会凉一些。然后这种水呢就是已经沉淀过了，所以说会比较清澈，
然后呢也会比较温暖一些。啊，这条小溪，对，我看夏天有人在这边就是说沿着这个小溪顺流飘下去，对，也是非常爽的一种体验。哇，你看顺着这个水流一路飘下去，好爽啊。 Nice。这边一路上都是 dream house 啊，看看，超级幽静的，丛林中一个小房子，太爽了，努力呀，少年。太美太宁静了，现在已经快九点了哈，但是天还是这么亮，我给吓，维持了夏天的这个能开展户外活动的时间真是太长了，真是太爽了，真的非常推荐朋友们，如果夏天没来过维斯勒的话一定要来体验一下。对，其实周末也不会太忙的，不会像国内那样就是周末的话就人特别多。 OK， 我们明天啊，我们今天在维斯勒露营一晚，然后呢明天我们可能看天气好不好，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去爬一座非常漂亮的山。 OK， 大家敬请期待。